恐怖热浪来袭，森林大火烧遍全瑞典。今年的夏天一直都没有下雨，然后就突然就是大森林就是失火了，加起来是就是250平方公里，意思就是说两个多巴黎整个都是在烧起来，整个欧洲都来帮忙瑞典。好危险哦！地球生病了，地球生病了。千万不要忘记，今天晚上11点就在东森综合32频道二分之一强。